记者冯一宁综合报道。男孩媒体爆料，女艺人高贤婷就艺高贤真因为与导演朱东宁起冲突，中途愤而拒绝参加 Written 拍摄。曾经在善德女王当中饰演反派角色美式习主的高贤婷，先前才宣布加入韩剧 Written 演出，却在不久之后传出停拍。相关人员爆料，是因为高贤婷在片场与导演大吵一架，甚至动手殴打导演，让现场气氛非常尴尬，双方因此无法合作。工作人员爆料，高贤婷在所有人都戴着耳麦的情况下大飙脏话，让气氛非常不好，还说并不是高贤婷拒拍，而是剧组无法再忍耐高贤婷的蛮横行为。SBS 也表明立场，称高贤婷与 Written 剧组的矛盾已经大到无法共事，因此将替换女主角。高贤婷也透过经纪公司表示，她在拍摄期间与剧组一直都存在意见差异，虽然曾经尝试沟通，但始终无法达成一致，最后只好辞演。虽然两方都发出声明，但不少网友猜测矛盾来自剧组单方面修改剧本，使得高贤婷的角色面目全非，而且戏份大幅减少，才让她暴怒。韩国 SBS 电视剧撤换女主角高贤婷，翻摄自 My Daily。高贤婷曾经在善德女王有精湛表现，翻摄自 NBC。